行动不便的长辈也有机会与佛对话。我甲伊讲吼，我爱伊安尼甲我保庇，互我安尼身体健康，我大家安尼大家平平安安，保庇我平安。 啊，会当身体健康。受到疫情影响，去年日照中心暂停，也错过浴佛，今年终于开放。啊，第一道遐，啊，有是做神仙啊，神啊，一摆欢喜啊，一摆欢喜哦。嘿，这摆谢欢喜啊。为什么浴佛？不是说帮佛洗澡，就都解释清楚，然后说是洗涤我们自己心灵的那种心境这样。佛祖。 还有高雄智玄中心也设立行动浴佛台，让学员分批礼佛。浴佛，不仅是在礼佛，其实也是在清醒我们的内心，这样。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如常把这样的一份虔诚传达诸佛菩萨。疫情当下，众人浴佛发好愿，祈求天下无灾无难。大家新闻加新闻，王昭忠综合报道。上求。